京人啲咩咁开心嘅？我哋喺度睇今年中国盛事嘅最新排名，睇下我哋嘅姓系全国人口之中排第几？我姓曾，系排第38名，而我姓何，原来系排第17名。咁我咧，帮我睇下姓李嘅系排第几啊？好啊！哇，原来姓李系占全国人口最多嘅姓，约有9000多万人姓李啊！犀利啊！以前成日听人哋讲陈、李、张、黄、何系大姓，原来而家系李、黄、张、刘、陈。我觉得有啲姓氏好特别噶，例如姓井、米、池、伊。系啊，全中国有13亿7000万人口咁多，有啲姓系我哋未听过都唔出奇啊！咁你哋又知唔知道中国有几多个姓氏啊？我记得以前老师教过我哋，姓氏有分单姓同埋复姓，例如陈、李、张、黄、何系单姓，而欧阳、司徒、端木、慕容就系复姓。冇错，而家嘅百家姓唔止100个啦。据统计，单姓系有444个，而复姓系有60个，已经超过500多个啦。同学如果有兴趣想知多啲关于百家姓嘅资料，可以到图书馆借书或者上网搜寻资料噶。你哋有冇留意去参加婚宴嗰阵时见到乜乜缘分？我觉得有啲姓氏加埋一齐好得意，例如江湖联婚、沙田联婚、牛角联婚、河南联婚。不过有啲姓氏千祈唔好摆联婚啊！吓，例如咧？我唔想讲啦，有啲核突啊！讲啦，讲啦。例如姓史、廖就唔好摆喺联婚啦。哦，你讲核突嘢，我哋要话俾老师听。又是你们叫我讲的。各位同学，你想不想知道你自己的姓氏在全中国排第几啊？请你留心看看中国姓氏最新的排名。